紫禁城里，崇祯皇帝朱由检设下神坛，他正在祈求天兵天将下凡，助他力挽狂澜。这是公元一六四二年，大明崇祯的十五年，也是朱由检生命的倒数第三个年份。当年农历四月底，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第三次包围开封，中原震动，手足无措的崇祯皇帝。 一方面在紫禁城中设立斋堂拜佛念经，而后感觉拜佛念经无效的他，又召来了道家天师张应景，命令他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希望神仙能够下凡，外驱满人，那搅乱贼。就像一六三九年那次在宫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一样，这显然又是一次自我安慰的神仙把戏。 但濒临亡国的崇祯皇帝顾不上虚妄，他已经接近走投无路。此前一年的一六四一年农历八月，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支十三万人的精锐部队与清军展开决战，没想到却惨败溃退。在兵败坚守孤城松山的半年后，一六四二年农历二月，统兵出战的兵部尚书洪承畴被俘投降。 随后，同样坚守孤城锦州，以至杀人相识的名将祖大寿，也在城破后被迫投降清军。至此，历时近两年的松锦之战以明军的惨败结束。山海关外，明朝只剩下总兵吴三桂，仍然率军坚守孤城宁远。清军的铁骑距离攻破山海关，仅剩下一步之遥。 大明帝国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到处攻城略地，外有清军步步紧逼，已经到了亡国的境地。无奈之下，此前一直坚持不议和的崇祯，只得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已经自立为大清国皇帝的皇太极议和。没想到这次秘密的议和进行到关键时刻。 陈新甲的仆人竟然无意间走漏了风声，由此闹得满朝喧哗。在言官的攻击下，崇祯不得已决定弃卒保车，将议和的罪名推卸到陈新甲身上，随后将其斩杀。本来，议和对于面临内忧外患的大明帝国而言，不失为对外先稳住满清，对内集中精力对付农民军的一个好办法。 但自立朝以来，由于大明帝国一直坚持不议和、不妥协，加上崇祯爱不下面子，无奈之下，崇祯只得被迫放弃议和。至此，随着陈新甲一死，他内外已经没有了退路，大明帝国和他个人的生命开始进入了倒计时。陈新甲代替崇祯议和。 竟然因为不小心泄密就被下令斩杀，替皇帝忠心办事，却随时可能被弃祖宝具，这使得满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蝉。据统计，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里，共斩杀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其中，蓟辽都师的兵部尚书袁崇焕，被性格多疑、中了满人反间计的崇祯下令凌迟处死。 山东巡抚严继祖因为清兵入关攻克济南，升起了明朝藩王，也是被作为替罪羊处死。崇祯随意屠戮大臣，推卸责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战战兢兢，在乱世中不敢作为。对此，崇祯的针对之策是重用东厂和锦衣卫监视大臣，并动辄以私刑代替国法处死大臣。 例如，处死陈新甲的1642年，上言直谏的行人司副熊开元和几十中江菜，就因为直言冲撞崇祯，而被崇祯命令锦衣卫逮捕后秘密处死。国事纷乱，性格偏爱的崇祯很希望励精图治，但又能力有限，无奈下，崇祯只得经常将怒气发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杀人泄愤。 要么频繁更换臣僚。根据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仅仅刑部尚书一职就换了十七人，而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不过一百六十多位阁臣，崇祯在位十七年就占了五十人。由此可见，他对手下臣子的换人之频和疑心之重。就在兵部尚书陈新甲被处死的一个月后。 一六四二年农历七月，崇祯心爱的田妃病逝。田妃原籍陕西，从小在富庶的扬州长大，父亲田弘玉曾担任扬州把总。自小聪颖的田妃精通琴棋书画，深得崇祯怜爱。尽管国事日促，但崇祯在勤政之余，仍然颇有生活情趣。他擅长演奏古琴。 甚至曾经谱写了不少古琴曲，与田妃一起演奏。田妃也时常与崇祯一起弹琴、吹箫、下棋、写字。尽管多少有点恃宠而骄，但田妃在崇祯的约束下，总体仍然安守本分，与崇祯的思想和生活情趣也非常合拍。因此，田妃在国事纷乱中逝世，这也给了崇祯皇帝不小的心理冲击。 田妃去世后，尽管能力有限，但却勤政不辍的崇祯皇帝哀痛不已，特地下令辍朝三日。但崇祯还来不及过多哀痛，大明国事的江河日下就已经让他焦头烂额。当年农历九月，李自成在第三次围攻开封后，利用黄河水攻击开封城，致使开封积水十多米深，三十七万守城军民中。 有三十四万人死绝。为了剿灭李自成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一六四二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 也就是一六四二年的农历十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隐蔽，莫有敢当其风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一扶逆草间。而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当时守卫湖广重镇襄阳，他不思进取迎敌，却在李自成兵临城下之前。 先是纵兵掳掠襄阳与樊城的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随后，李自成军队又先后攻克枣阳、荆门、荆州等地，整个大明帝国的复兴地带河南、湖北等地被农民军扫荡殆尽。屋漏偏逢连夜雨，在皇太极的指挥下，清军则在松锦之战大胜后。 绕开孤城宁远和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一路烧杀掳掠，到了山东，在连破八十余城后扬长而去。根据后来统计，清军此次入侵共掠夺黄金两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两，并俘虏了近三十七万汉人作为奴隶北归。而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 只得纵容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为此，崇祯第三次下发罪己诏。纵观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他分别于一六三五年、一六四一年、一六四二年和亡国自杀前夕的一六四四年二月，共四次下发罪己诏。此前，在一六三五年，张献忠的军队攻破安徽凤阳，焚烧明朝祖陵。 崇祯后来以刘贼未平，震惊陵寝，下发罪己诏。到了一六四一年，由于大明帝国内部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并起，崇祯又以灾异频现下诏罪己诏。而此次第三次下发罪己诏，是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祯已经对时局的进一步发展恶化感到无能为力。 帝国风雨飘摇，为此信仰传统鬼神的崇祯甚至一度改信了天主教。崇祯五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三二年，信奉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向崇祯推荐了天主教，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祯一度大喜。加上传教士南怀仁与汤若望等人的宣讲。 崇祯于是命令将紫禁城内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许天主的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不仅如此，由于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崇祯还命令臣子中有“天”字的全部改名。例如，大理寺推官陈良模原名陈天公，就因为崇祯下令而被迫改名。但一度改信天主教。 并不能挽救崇祯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国日益衰颓的国势。到了一六四零年，崇祯的皇五子朱慈焕病死。据说朱慈焕临死前，崇祯前去探望，没想到当时年仅五岁的朱慈焕竟然手指空中呼唤九莲菩萨，并控诉崇祯毁弃紫禁城中的佛像。 尽管这件事的真伪和事件过程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崇祯却在朱慈焕死后深受震动，并请回了此前撤移到宫外的佛像，此后也不再对天主上帝祈祷。其实，崇祯信奉天主教的天主上帝也并非真心和唯一。早在朱慈焕病逝前的一六三九年。 他就曾经在紫禁城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而到了一六四二年，他再次设坛做法，请道家天师张应京帮助他召唤天兵天将，剿除内外贼寇。由此可见，他病急乱投医，胡乱拜神改宗的纷乱与焦虑。早在一六二七年，当时年仅十七岁的崇祯登基后。 面对晚明以来日益混乱的国政，他先是雷厉风行地铲除了权宦魏忠贤，此后他殚精竭虑，每天都早起上朝，夜晚则经常批阅奏章到深夜。这与他曾经长达二十四年不上朝的曾祖父嘉靖，以及高达二十八年不上朝的祖父万历。 还有他长期嬉戏玩乐、声色犬马的兄长明熹宗朱由教相比，崇祯简直是明朝皇帝中难得的清流。由于崇祯经常深夜不息办理政务，很多阁臣夜晚都经常留宿在紫禁城文渊阁中，以备皇帝不时召见。与祖先和兄长的懒惰怠政相比，崇祯不仅勤于政务。 而且对例行的经言和日讲也不敢怠慢，他经常在繁忙的政务之外，向主讲官学习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等的治国理政之道。求治心切的他，甚至经常将经言和日讲变成赵对，与大臣们讨论国事。有感于明朝的内忧外患，才用不足与奢靡的祖先嘉靖帝与万历帝相比。 崇祯也厉行节俭，他即位后，先是下令停止了苏杭织造。此前，苏杭织造由宫内太监掌管，专门为宫内采购断匹绢帛，对民间骚扰颇重。有一次，崇祯参加经筵日讲，由于内衣袖子破损露在外面，给廷臣看见不太雅观，于是。 有点尴尬的崇祯，不时地用手将那一袖子塞回去遮掩。发现这个细节后，经颜主讲官对他说：“天子衣服破壁，虽然过于节俭，但这是美德，何必忌讳呢？”崇祯这才不再塞掩手袖。为了悼念皇子和节约宫中开销，就在皇五子朱慈患病时候，崇祯甚至一度改而吃素。 崇祯的外祖母听说后非常心疼，后来进奏说他梦到崇祯早逝的母亲托梦说要补不如肉补，崇祯这才恢复吃荤。但他与周皇后在此后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仍然坚持每月吃素十天，以此节约膳食开销。节流之外，为了开源。 他甚至命令将他的祖父万历皇帝时期珍藏遗留的多年野生人参拿出来变卖，换了几万两银子补贴国用。但即使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的对臣子们说：“朕非亡国之君，世事乃亡国之相。”到了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前夕。 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崇祯上位后所面临的困局与当时的气候变化有着深切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间，全国各地竟发生了十四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属实让人触目惊心。公元一六四零年的干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而在这一年前后的另外两次干旱，同样也是百年一遇。一六三九年和一六四一年的干旱，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 受灾人口极其广泛，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们不断的遭遇着生活的暴击。根据气候统计分析，明朝末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两摄氏度左右。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千万不要小看小冰期时期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种气候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一六二八年，也就是崇祯即位的第二年，高迎祥带领农民在旱灾最为严重的陕北率先起事。当时，很多饥民喊着“与其坐而饥死，何不到而死”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 面对农民军，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但随着大干旱和大饥荒的普遍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的涌入了起义军，致使农民的起义呈现了野火烧不尽的态势。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接近两亿大关。 而明朝实际能够征收赋税的户民，在高峰时期也就只有五六千万。进入明末后，由于各种天灾人祸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所以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也越发减少。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而面对满人入侵与内部叛乱，明朝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却在不断膨胀。 一边是日趋减少的人口税负，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军饷开支，这使得明朝政府的国库被渐渐榨干。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当时在驿站当一族的李自成，也正是因为明政府为了减少开支，只能精简机构的这个举措而惨被裁员。从公务员队伍下岗之后，李自成又当过边兵。 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从此他进入了农民军的队伍。到了崇祯十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三七年，李自成一度被明军的洪承畴和孙传庭打得溃不成军，仅仅带着十七名部下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避难。当时明军剿匪颇有成效，张献忠也一度投降官军。 但到了一六三九年，先是张献忠趁着当年的大饥荒再次反叛明朝，而后李自成也杀出了商洛山。由于一六三九年至一六四一年的连续三年大干旱，所以当时参加李自成农民军的饥民日夜不绝，一呼百万，其实足可燎原。而本来就颇具野心的满人也不断南下。 试图通过攻城掠地、掠夺人口和物资来度过这个天灾时期。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依托战争，不断的掠夺着辽东和关内的人口与财富。同时，满人也没忘了拉拢关外的蒙古部落，而且满清也多次出兵征讨朝鲜。到后期。 蒙古各部和原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就全都被满清拉入麾下。加上满人在辽东不断争取当地汉族的支持，从而使得满清不断的扩充成长，成为明朝越来越壮大的威胁。所以，同样是面临危机，满人却将危转化成了机。当然，从现实的角度看。 满人在东北的地盘小，人口少，船小好掉头，加上策略得当，四处拉拢资源和收买人心，这就让满人得以在明朝内部的大动乱中保持隔岸观火、坐享渔翁之利。就在皇太极隔岸观火之时，为了应对内部的农民起事，崇祯迫不得已加征了脚饷。 而这个政策却将更多的灾民推向了农民军的队伍。为了所谓剿匪练兵，崇祯又不得不开征练饷；同时，为了解决辽东战场与满清战争的经费，崇祯居然又开征了辽饷。三饷合一的民间重负，配合着天灾、外侵与内乱，崇祯和他的大明帝国已然陷入了死局，无法救药。 简单的说，就是明朝由于天灾人祸导致采用短缺，而采用短缺又反过来加剧了天灾人祸。崇祯十五年，也就是一六四二年，就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横扫河南和湖北北部之时，张献忠也带领着部队横扫了安徽，并在巢湖训练水军。 为了避免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发生碰撞，张献忠又转攻进入湖北，并于一六四三年的农历五月攻克了华中重镇武昌。他处死了楚王朱华奎，还与部下分食其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 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的左良玉也开始反攻张献忠的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和明军左良玉的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1644年的正月。 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乱蜀的大屠杀之战。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和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后，李自成就发布了檄文来声讨崇祯皇帝。他在檄文中说：“明朝昏主不仁。” 宠宦官，重科地，贪睡敛，重刑法，不能救民水火；日庆失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也为大饥荒以及三大饷的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灾民来说，影响巨大。 以至于李自成的军队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对于这种民心向背的现状，翰林院编修的马士奇对崇祯说：“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加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但已经陷入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 一切现实都在不断的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有臣子向崇祯痛陈之言，说道：“皇上无己人民，无己土地。”崇祯听罢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后来分析说：“如果只是天灾，还不至于如此民怨沸腾。但明朝末年的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 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终于使得民不聊生，百姓揭竿而起。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比如当时就有歌谣唱道：“杀牛羊，被酒浆。” 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耐凉。就在这种民心的逆向归转下，崇祯和他的大明帝国即将归西。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当时曾多次击败李自成的名将孙传庭，在被重新释放后，由于兵少溃饷等多重原因。 在河南被李自成击败后，不得已率部退入了陕西休养。至此，到了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仍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 并逼迫当地的富户、绅商捐款驻军，这使得陕西的士绅极为不满，他们纷纷上书朝廷，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顽寇迷想。而急于求成的崇祯并没有理会那些士绅，他一心寄望孙传庭能够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也就是一六四三年的五月。 崇祯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的所有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对于崇祯急着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战，兵部侍郎张凤祥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领之兵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而面对左良玉的窃敌畏战。 张凤祥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崇祯一定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求成心切的崇祯不为所动，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对此无奈的说：“雅不欲速战，见上一急朝论去之急，不得已实施。”一六四三年的九月。 从陕西无奈率领新军出战的孙传庭，随后与李自成的军队相遇于河南郏县。由于恰逢大雨，粮运不济，加上粮道被劫，所以孙传庭在回撤的过程中被李自成追击大败。孙传庭无奈率军退入陕西潼关。当时部将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退守西安。 但坚持不肯后退的孙传庭决心一死守关。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率领着几千残兵，挥刀跃马，奋勇冲杀，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由于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当时的崇祯皇帝还怀疑孙传庭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孙传庭。 可怜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至死都没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孙传庭战死的五天后，一六四三年的十月，李自成的军队占领了西北重镇西安。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的上吊自尽还有半年时间。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祯，之前就因为皇太极的反间计处死了袁崇焕。 而后又冒进催促洪承畴仓促出战，以致明朝边军在松山之战中惨败。现如今，他却又开始重蹈覆辙，亲手葬送了明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但崇祯并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的身上。尽管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大明帝国内忧外患。 但不得不说，即便在帝国末日，从袁崇焕到孙传庭，大明帝国也并不缺乏能征善战的忠勇良将。但志大才疏的崇祯并没有能力驾驶大明帝国这艘摇摇欲坠的巨轮。相反，他是一位不合格的船长。他在关键时刻的屡屡误判，正不断的促使着明朝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就在李自成扫荡中原之时，位处辽东的满人皇帝皇太极突然于一六四三年的九月二十一日暴亡，可能死于中风的皇太极当天白天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就突然病逝，这使得清廷内部的多尔衮和豪格等人为了夺权暂时陷入混乱，而尽管辽东战场上临时歇了口气。 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脚步。崇祯十六年，也就是一六四三年的十月，李自成攻占了西安，随后占领了陕西全省。此前，在一六四三年的农历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阳后，自称为新顺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到了崇祯十七年，也就是一六四四年的农历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 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此，在一六四四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年号，他们分别是大明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和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以及李自成创立的大顺国的永昌元年。正式称帝后，李自成开始发兵，计划取到山西进攻北京。农历二月。 李自成先后挥兵攻克了山西汾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和宁武关先后遭遇了总兵周玉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死伤七万多人以外，其他地方并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宁武关的陷落是在崇祯十七年，也就是一六四四年的三月初一，此时距离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克北京。 崇祯的上吊自尽还有十八天时间，作为拱卫军事重镇大同的门户宁武关的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死伤惨重，所以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应有不疑。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总兵江乡极为震撼。看到大势已去。 江相立即开棺投降，随后，宣府总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递上了降表。当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宣府镇，满城的军民都在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战祸，免于深受屠戮之灾。就在李自成取到山西进攻北京之时，崇祯再次想起了南迁的计划，为此。 他与左中允李明瑞多次秘密商谈南迁，但崇祯却担心这次还会像之前的南迁计划一样遭遇群臣反对，因此一直不敢公开。一直到农历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没想到。 兵科几事中，光时亨率先站出来反对。光时亨激动的说：“如果不杀主张南迁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祯无可奈何，只得装样子说：“国君死社稷，镇江燕王。”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的表示要坚守京城。 与京都共存亡。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对南迁的光时亨，却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了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光时亨表现的激烈慷慨，但当北京的城破之日，他却毫无骨气的屈膝投降。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 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此前，就在李自成于西安称帝不久，崇祯就计划调派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关宁铁骑入卫京师，但如此一来，等于是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重镇宁远拱手让给满清。由于阁臣反对意见甚大。 因此，崇祯一度搁置了计划。但当三月一日，宁武关与大同同一天沦陷后，崇祯已经别无他策，于是只得下令征调吴三桂弃城入关。仓促之间，率领数万关宁铁骑和五十万军民南下的吴三桂一行，根本无法迅速赶到。因此，当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时， 进京，秦王的关宁铁骑才刚刚走到直隶丰润，也就是如今的河北唐山，离北京还有几百里路。南迁遇阻，求援无望，走投无路之下，在一六四四年的三月十六日，崇祯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当着众位臣子的面，崇祯泪流满面，文武百官也哭成一团。此时。 距离北京城破、崇祯自杀还有最后三天，但崇祯仍然在做着最后的突围计划。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兵临北京城下，无能为力的崇祯只得在紫禁城内绕着大殿不停缓走，边走边大声呼叫说：“内外诸臣误我呀！”为了保留火种，崇祯到此时才决定送太子出宫南下。 随后，他召来自己的妹夫、驸马都尉龚永固，让他以家丁护卫太子朱慈郎南下。史书记载，为人性格豪爽、慷慨大义的龚永固深得崇祯信赖。此前，他曾建议崇祯南迁，而到了最后关头，走投无路的崇祯才想起了这个妹夫，希望他能为大明帝国保留最后的火种。 但龚永固磕头跪奏说：“亲臣不准藏家，我岂敢私去家丁？”君臣二人于是相对而泣。龚永固接着说：“臣等以积心地重，当何门粉死，以报皇上。”崇祯也动了情，说：“朕不能守社稷，但朕能死社稷。”崇祯的八妹乐安公主在明朝亡国的前一年就已经病逝，由于国事纷乱。 仍然停灵家中，没有入葬。就在龚永固与崇祯对话后的第三天，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龚永固兑现诺言，将自己和几个子女全部聚拢在乐安公主的灵柩前。临死前，他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皇帝的外甥，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受辱。”随后，他举火焚烧全家。 自己也在乐安公主灵前自刎身亡，实现了与崇祯君臣共生死的承诺。转眼到了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的夜晚，这是崇祯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夜。当晚，李自成的农民军架起云梯，开始进攻北京城，眼看破城在即。 晚上大概九点来钟，崇祯将自己的三个孩子叫到自己跟前，他想着要见孩子们最后一面。可看到三个皇子仍然穿着齐楚光鲜的冠带袍服出现在他眼前时，崇祯心里猛地一惊，因为就在当晚，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了北京外城，并正朝着北京内城和紫禁城快速推进。 就像天底下所有充满爱的父亲一样，崇祯又是吃惊又是责备的对孩子们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穿成这样？赶紧换衣服！”说完，这位三十四岁的皇帝父亲亲自动手，帮着给三个孩子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然后给他们一一系好腰带。他语带凄楚的说：“今天你们还是皇帝的儿子，明天可就是老百姓了。” 在这种乱世里，要隐姓埋名；看见老人家要叫老翁，看见年轻一点的长辈要叫伯伯或者叔叔。他接着嘱咐说：“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这些都是你们父亲我的罪责。但是朕也已经是竭尽心力了，怎奈文武各个大臣各为私心，不肯先国后家，以致国家败坏如此。如今没必要再问。” 祸福与否了。三十三岁的周皇后则决定尽到自己母仪天下的最后职责。当晚，周皇后绕着整个紫禁城，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挨个宫殿的劝告，对在惶恐中不知如何是好的工人和太监们说：“天灾已降，大祸临头，你们有门路的赶快逃生去吧。”担心有的工人仍然迟疑不肯离去。 尽职的周皇后整整绕着紫禁城走了两圈，到处劝告工人们快点逃命离开。或许在他看来，作为皇后，她要用生命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在返回宫中与崇祯告别后，临死前，周皇后含着眼泪对崇祯说：“我侍奉皇帝十八年了，你从来不肯听别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说完这些话后。 周皇后悬梁自尽，黯然失魂的崇祯来不及过多悲伤，他又提着剑来到了袁贵妃的住处，在和袁贵妃同饮几杯绝命酒后，崇祯命令袁贵妃上吊自杀，袁贵妃只好应命上吊，但没想到绳子居然断了，袁贵妃倒落在地，站起来后，他开始逃跑，崇祯追了上去。 一剑刺在了袁贵妃的肩上，随后，崇祯又挥剑刺伤了几位妃嫔。在他看来，帝国要亡了。作为他的女人，为了保全名节，可不能落在逆贼们的手中。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寿宁宫，在这里，他见到了十五岁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当时，长平公主拉着崇祯的衣襟痛哭。 崇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孩子，你怎么就偏偏生在我们帝王家呢？”然后，崇祯用左袖掩着脸，右手挥剑想杀死女儿，却想不到砍偏了，他只砍下了长平公主的左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崇祯浑身颤抖的厉害，再也下不了手了。他转身离开，在招人殿，他又亲自动手。 将自己年仅六岁的女儿昭仁公主杀死了。尽管生命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但他仍然涌动着求生的欲望。在杀死女儿昭仁公主后，崇祯让宦官王承恩坐在他的面前，陪他一起喝了几杯酒。半夜三更时分，他让人给他换上便服，然后带着几十个宦官一起走出紫禁城，试图突围而出。 结果，他们跑了几个城门，要么被守城的部队炮击而退，要么就是根本打不开门闸，一直折腾到临近天亮，崇祯这才彻底死了心，退回到紫禁城中。此时，时间已经是三月十九日的清晨，大明王朝亡国的当天，在紫禁城中，崇祯又命令内官们敲钟召集百官。 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前殿却始终空空荡荡，臣子们没有一人前来。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也攻破了北京内城，并迎着黎明的清辉，开始向紫禁城迅速挺进。仓皇之中，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跑到紫禁城后面的梅山寿皇庭，由于跑得太急，他左脚的鞋子也跑丢了。 在一棵树下，他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他和自己十七年的帝王生涯以及三十四岁的生命做了永别。陪伴他的是太监王承恩。在崇祯死后，王承恩也以自杀的方式选择了为崇祯殉死。帝国的最后殉葬者，是一个让大明帝国的皇帝们又爱又恨的太监。崇祯死后。 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遗诏，上面写着：“朕良德秒功上，上甘天救，治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取冠冕以发覆灭，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直到死的那一刻，崇祯都不忘了埋怨臣怎么误国。此前，刚愎自用的他曾跟太监说。 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然而，对于北京城内的黎民百姓，他却表达了深刻的同情。他在遗书中恳求李自成不要屠城报复，希望李自成能给老百姓们一条活路。当时，由于北京城内乱成一团，农民军一直到崇祯上吊自尽的两天后，才发现了他的尸体。随后。 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的尸体从万岁山中抬出，停放在北京东华门的旁边。在李自成的指示下，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才得以被装殓，放进了柳木棺材。负责崇祯皇帝和周皇后殓葬事宜的昌平州官吏赵一贵后来回忆说：“由于崇祯生前没有营建陵墓。” 因此，赵一贵和世子村民们一起，好不容易凑了些钱，督工了四个昼夜。到了一六四四年的农历四月初四，在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半个月后，他们最终将崇祯和周皇后的尸骨草草地葬入了当时已经先逝世,世的田贵妃的墓中。至此，这座原本是田贵妃陵寝的坟墓。 最终改成了崇祯与两位妻子合葬的四陵，这也是明十三陵中的最后一陵。回望前尘往事，他努力过，挣扎过，但最终却绝望地选择了上吊自尽，为大明帝国画上了悲伤的句号。尽管他才能平庸，志大才疏，无力替大明帝国力挽狂澜，但后人还是对他赋予了深刻的同情。 平心而论，明朝晚期所面临的天灾人祸与内外交困，不要说让才能平庸的崇祯来承担这一切，即使是天纵英才的君王，放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怕也将会是无力回天。从这一点来说，是历史创造了君王，而不是君王创造了历史。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往英雄不自由。 古今皆然，更何况他本非英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更是一个历史的囚徒，一个被大明帝国的陈疴旧疾所困住的囚徒。一个君王无论怎样的挣扎搏斗，却始终无法走出历史的困境。这既是帝国因循守旧的悲哀，也是一个帝国最高负责人的悲哀。时代巨变。 船长即使使出浑身的解数，但千疮百孔的巨轮还是在不断的下沉。这是船长的悲哀，更是巨轮的悲哀。因循守旧的中华帝国，只能在一次又一次循环反复的历史周期中，不断的迎接王朝的兴衰起落与存亡更替，却依然无法找到征服大海的良策秘方。他们能做的。 只是换另一艘船而已。崇祯死了，李自成匆匆来了又走，然后是满人南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主北京。船长来了又换，帝国的巨轮还要在明末清初的战乱颠簸中前行几十年。只是崇祯却无缘目睹这一切了。好了，这一集就是这样。这里是床台。 你的床边电台，一个讲述历史故事和奇闻传说的频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